1月13日，杨怡、陈豪、黄宾德、钟嘉欣、蔡少芬、林宝仪、邵美琪、黄宗泽、徐淑敏及马赛等今日出席无线和手机商合作推出的 MyTV 自选频道宣传活动。好，亦都麻烦喺分俾我哋台上咁多位主力嘉宾啦，同埋艺员朋友嘅。咁亦都咧，经过咧今次呢个活动之后咧，大家如果真系好想欣赏到 TVB 好多精彩嘅节目啊，或者睇完或者系错游戏啦，或者喺网上边咧，都可以有一个崭新嘅一个系统咧，就可以再一次睇翻噶啦。我即刻想试添啊，妹仔。系啊，我谂我哋翻嚟都要试一试。太方便啦，因为。好啦，我哋系咪咁多位都有咧？阵间不如数3、2、1就开始一齐祝酒，各位都有啦。有啦嘛，系咪？钟嘉欣表示，自己平时很喜欢上博客或者论坛和粉丝们进行交流，看到他们对于自己表演和歌唱方面的意见，同时也是促进自己的成长。常常都会上这个 blog 或者 forum 的blog 里面，我都希望可以跟我的 fans 观众们可以有多一点的关系，可以看他们喜欢这部《珠光宝气》吗？喜欢我拍这个干的姐角色吗？这种的。不过我的新的专辑好不好听？对，还有新的专辑好不好听？